中油为着庆祝七十周年庆，中油联社研究所伫南坛举办中油七十关怀大地节庆地球活动，邀请中油员工甲家眷做伙进坛进山，运动拼健康，家己手上托身体特别前往加油打气。嘉义市南坛一透早有一个净坛活动，中油为着庆祝七十周年庆，结合员工甲嘉义市中油周遭邻里里民做伙接近南坛。嘉义市长涂新泰一透早甲市民会同，关心嘉义市性命的水源，也感谢大家做伙来关心。你嘉义市曾经是空污上歹的所在，而成立全国第一个空污防治委员会，邀集学者专家共同研提65项空污防治甲改善策略，去年转变成为防治空气污染上效率的城市。今仔日中油来净坛，市长开一只中油是空气污染的大祸，因为汽机车使用中油能源排放出的废气也是污染源之一。中油公司70岁生日哈，他们办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就是说到我们南坛这里来净山活动，那这个就是希望爱护地球。保护环境，因为我们空气污染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好，我们的环境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。我刚刚也开玩笑说，中油啊，绝对是空气污染的大户啊。不过不是我们家里的炼制厂，我们炼制厂做的是机油。那不管怎么样子，他们能够从这个空气污染的大户变成环境保护的先锋啊，今天在这里见山啊。我们觉得这样做非常非常有意义的，我们当然也在这里呼吁所有的我们的市民朋友，来到南坛这种好山好水玩的时候，尽量要能够爱护环境，不要乱丢垃圾，不要乱丢你瓶瓶罐罐。中油南坛净坛是第四届，中油联社研究所所长何应生表示，希望中油会当提供能源给大家之外，也愿意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，更愿意甲嘉义市里人做伙维护嘉义市好山好水环境来尽一份心力。郑英新闻，蔡美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